大家好，我叫吴成斌，我们是所谓的黄埔期的同学，黄埔期呢，也就是所谓的高班。但是今天当着这么多学哥学姐，黄埔一二期的同学，总觉得不像高班，像中班的学生。我们跳舞跳了一段时间了，非常 enjoy， 非常喜欢这个中文学校的气氛，和在这里能够交了这么多朋友。我们家人也都去中文学校，两个孩子他们也都在中文学校学习，都会说中文，所以我想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他们自己。我叫吴一伦，13岁了，我在8年级。我叫吴君毅，我8岁了。我在2年级。我叫金志，我们都很喜欢在这里跳舞，就是也跳舞跳着跳着也是越跳越有自信啊。就是说，刚才我们有一位刘德华同学，特别是刘德华同学说了，他都说他儿子不穿衣服都很帅，非常有自信。所以我们都很高兴，那个跳舞班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玩到心。